那个不需要 setting 啊。不用吗？那打开。遥控器发一发就有了。没有，在房间。我们去看，老公来。嗯。快告诉他们的故事。我们电台的。成功。打烂他。打烂他，来吧。来到鸡王的故事。塞进来、欸，哇。来二一个。超吵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怎么会很大声？就是声音不是很小，我说可是他真的很大声，他问我说是叩叩叩的那种敲的声，还是就是压缩机？可是我没有听到叩叩叩，我就说是压缩机吧，然后就说那是正常的。没有，那我就跟你说压缩机不是那，但看起来就是。反正他就跟我说他是正常，我想说这东西这样可以出货卖给人家吗？你们的声音是这么大声？他说这台是没有。就厨师机就是这台啊，对啊，因为一根啊是多吵，然后嘞，你要开来试试看，我直接去找那个，就飞利浦嘛，然后他说就是这个太吵，啊厨师机是这样，他就说他找那个这个吗？技师过来这边看一下，然后他就有来弄完就小声，对，他就拆开来说这是什么，我跟你讲是什么零件。反正一个什么就是听起来就是他已经知道有这个状况，他们马上就可以处理。可是他没有，他说有遇到，他一定是有遇过吧？不然他没有说常常。他怎么知道？马上就知道。他怎么马上就知道说要改？就是一看，for medium, maybe not always。那怎么用啊？那 usually 弄没多久，现在不是在这样吗？天壤之别，就比较这是空气清净还是厨师？这才厨师。啊，还没起，还没启动，开始呢，来啊，等一下才会启动，开始啊，那还不赶快开始，开始，开始啊，无啦咪，阿门插灯，你要用一支吗？我要两支，你一支也是。现在我控制啊。